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呢節啦，咁啊，當然我想講兩單嘅即係新聞先啦。今日我睇到湯文亮，即係你知啊，羅文翠同阿沈大師都係即係香港名燈嚟，大好友，係啊，好勁好勁。嗱，今日佢喺 M 七新聞寫一篇文，就叫做《只有數字才可如實報導》。佢啦，唔少嘅即係海外朋友就問佢啦：香港依家係咪水深火熱啊？啊，就算佢唔信外國傳媒啊，香港媒體成日報導好似你哋咁啊，成日講邊度又話蝕買啊，邊度又話執笠啊，哇！咁啊，即係賺錢嘅絕無僅有，乜搞到啲人覺得香港經濟好差，就移民離開香港啦。咁當然，我想講湯文亮，其實你知唔知咧？呢幾年咧，啲人移民離開佢香港咧，最主要其實經濟都唔係主因。離開成嗰時經濟都未轉差，甚至啊疫情都可能都未出現。是因為政治問題啊，出頭搞清楚嘢先啦！啲人唔係因為經濟差走啊！哇，你啊咁樣講，唐舊舊，你咁樣講係唔啱啦，正！你有冇揸住一份硬掘掘嘅一個統計檔案先？即係你有冇一個統計資料先？即係話香港咩統咩統計處又好，乜撚嘢又好，係咪先？你都冇好啦，咁啊佢之後咁啊佢話，不過有海友朋友表示啊。在外地旅遊的港人所講就不是這樣、啊、他說了、嗯、這些新聞是不是假新聞、啊、他問過傳媒朋友為什麼經常報道不理香港消息、啊、就好像蕭明昇說有惡勢力就惡意唱衰香港的樓市，他說為什麼經常報道都是蝕本賣樓 不報道賺錢的，實際上賺錢的是有七成，蝕的是有即是、嗯、我是三年前買的嘛，是有三成、啊、你都說得好，還有最近你知不知道呢，即二手即係蝕嗰個比例實係越嚟越高啦，即係你要講趨勢，同埋你要講就係、是，喂，老實講三十年前嘅賺，初初係講咩？你三年內買就一定蝕，後屘就六年內買一定蝕，依家十年內買十居期間都蝕，甚至十二年、十三年都蝕，係即係十幾廿年啦、啊，再早啲你先唔使蝕，甚至所賺嘅錢嘅幅度越嚟越少咧。咁啊仲有啲大地出賺商要劈價喎、啊，咁點解會咁？你講咁嘅趨勢係講緊啲現象嘛、啊？即係唔係就純粹咁樣講個咁啊比例咁啊，佢又講啦，即係其實個趨勢就話俾你聽，個樓市反映到你太側重佢啦。咁啊，佢一差個經濟越嚟越差咯。你有冇本事去搞翻起佢咯？佢話啦，留意買賣食人，好多人都心裏有數。咁啊，但傳媒係唔報道啫啊。咁啊，仲有啊，佢話你啲咩執笠群組啊，成日報道啲店鋪執笠啊，可能侵犯咗人哋嘅私隱啊。我心諗。店鋪執笠同私隱有咩關係？我報道靚波王執笠，乜威廉使唔使告鳩我侵犯佢私隱？即係完全都有黐線咁。佢話其實啊有數據就顯示啊，香港依家啲食肆啊，上年年底去到33,500間。咁我想話俾你聽，湯文亮，食環署嘅數據咧，其實一直呢幾年都萬幾間嘅啫。我唔知啲數據邊度嚟嘅。咁啊，食環署冇人錯啊，係咪？即係對對比，我成日都話呢條一連資料搜集都唔做，咁啊，淨係出嚟佢鳩噏。唉，咁啊，同埋即係講多一單，咁啊出下圖啊，今日我睇到好悲哀嘅，建造業工業傷亡，18年新高，咁啊比整體嘅數字工業傷亡係高成兩倍，而上年即使職安條例係加重咗罰款噶啦，上限平均都係成罰9,000蚊一宗，咁你話你死唔死？所以仲有一單，譬如今日東方嘅頭版，西九廢物轉運站嗰啲石博壞咗好耐。一直政府冇人整，最近係連續4日之內3單事故，一單係爭啲搞出個人命，成架垃圾車點樣對成部爭啲跌落去。嗯，即係我見到我哋政府呢啲，你有冇理過？有冇做過？即係最基本嘅民生嘅，佢呢啲嘢咧，唔講經濟啦，不知佢所謂，你睇到係好唏噓嘅，年年咁多工人死亡。嗯，政府咧，政府做緊啲乜？乜嗱？工人死亡那裡會不會是即是我都有一個推測可能因為你不會突然間高的嘛，即是你為什麼會突然間這樣，以前沒有這樣突然間，你一定有個原因的嘛，即是會不會是真是劣幣，有些劣幣驅逐良幣 feel 呢，即是有些你知道國外的人士他們做事呢
是幾咁唔守規矩嘅，即係唔講規則，或者中間定係有一個剝削喺度，即係越穩嗰啲分判商就越流越渣，越係冇經驗嘅就走咗入嚟，就冇做好好多，即係本來個安全措施係有嘅，但係冇做好咧。我哋見到好多工業意外其實係冇做好嗰、那個precaution， 即係冇做好嗰、那個冇跟足嗰、那個precaution 去做嘅。咁到底係咪話因為多個新移民嚟做呢啲咁樣嘅嘢，或者？那個錢越嚟越少，咁就即係求其揾啲冇經驗㗎啦。咁係你判上判喎，係判上判一定係判上判㗎啦呢行。咁我覺得會有咁樣嘅原因或者因素喺裏面，所以係必須要調查。即係我哋成日講話，有好多人唔係我，即係好多人講話香港禮樂崩壞乜乜嘢崩壞，呢啲其實。是正正就係反映到嗰個崩壞是搞出人命的大佬，即係呢種崩壞不是話哦，我冇以前咁乜嘢自由咧，嗰啲唔係嗰啲咁逼嘅嘢。而家係講緊，如果你係唔跟足程序做，或者我哋辛辛苦苦建立嘅所有嘅制度，而家我哋大家唔 follow， 咁其實而家係會搞出人命，同埋會導致好大嘅損失。已經搞出咗人命啦，係一搞出咗人命，呢個咁多人死咗，咩十八年創新高，即係我覺得係咁咯。咁啊，再講下咁啊，英國啊，做新聞講咧，點解我突然間想查翻佢嚟講咧？因為我再睇翻嗰啲拘捕嘅案情啊，嗰啲控罪書咧，我發覺點解都得嘅咧？即係你簡直係周星馳戲都拍唔到嘅咁啊！講下佢講下啦。英國星期一咁啊，就起訴三名人士，分別就係 Billy 阿袁崇彪咁啊，即係阿李家超以前碩士啊咁啊嘅同學咁啊，認為即係李家超佢讀大學嘅咩？佢係去到做警察，越做越高啦。咩啲大學咧，譬如即係澳洲佢呢間大學咧，即係查理斯咁啊，佢士都華大學係同香港警方合作嘅，就保送佢哋過去啦。佢嗰個回應真係拍爛手掌啊！講真，即係割席咯。係啊，咪佢嗰種割席咧，即係唔需要大佬啊！而你睇到嗰一張相片咧，即係就係、是、同一時間係顯示到兩個人，但係咧除此之外咧就冇其他啦。顯示大家一齊影畢業照。大佬，咁佢都係你啲夥計嚟噶嘛？簡單講，佢係完全唔識回應噶，好狂啊！你睇香港政府回應啊，羅文成會發現今次咧唔笑唔笑啲戰狼嘅口吻，係話你英國俾多啲佢錢，好明顯係個心已經係下嚇噶啦。仲夠膽咁樣咧？係身有屎啊定咩？真係感情好溫和，好溫和。完全冇反駁隊咩？鄧炳強都出嚟佢講嘢嘅，同鄧炳強唔知去邊喎。咁啊，可能要去沙頭角佢食美食啦嚇。咁啊，我講下咁啊，起訴咁啊，即係分別就袁崇彪啦嚇，咁啊，韋志良啦，咁啊，同埋阿 Matthew Chicken 咁啊，即係 Matthew Billy 咁啊，同埋阿韋志良。好啦，咁啊，起訴先，好好笑。咁啊，先講啦，咁啊，起訴先指出啊，一個41歲叫 Monica Kwong， 咁啊，我叫Kwong小姐啦，喺香港兩間公司就做過嘢嘅，分別就 Earshine 咁啊，即係 Investment Limited 同埋 TWT 啊 Global Limited， 咁啊。第一間公司就話：阿邝女士喺佢公司賬户轉走咗1億4400多萬，涉及詐騙同埋盜取咗價值啦2142萬嘅即係港元嘅財產。上12月，阿邝小姐就由香港移居英國啦。香港因為涉嫌咁啊詐欺就遭到民事就起訴嘅。咁啊，於是啦，咁啊，邝小姐離開咗香港之後咧，咁啊，邝女士啦，咁啊，警方就到佢老豆老母屋企，咁啊，就要求老豆老母就不如咁啊，你叫邝女士翻翻嚟香港啫，因為咩人佢起訴啊嘛，咁啊，佢受審啊，咁啊，間公司喂，你盜咗1億幾，梗係唔肯滯，想追翻嗰筆數啦嚇，追數。於是咁啊，揾咗員工同埋私家偵探一齊飛去英國，咁啊，就揾邝女士。嗱，其中私家偵探叫卓榮。退休警察就是阿 Billy 袁崇彪的朋友，咁啊所以就牽涉到袁崇彪啦。起訴書就話咁啊牽涉到咁啊袁崇彪咁啊同埋阿卓榮咧就委託次被告韋志良同埋三被告 Matthew 啊就負責做咩咧監視住邝女士，即係羅家英嗰啲，係啦，鄧係啦監視住。咁啊佢先收一筆咁啊就嚟自咁啊駐倫敦經貿辦開俾佢16170英磅。然後其中1170英磅就轉化俾 Matthew 咧，我就好奇怪。你要做呢啲監視嘅，你唔見得講嗰啲事啦，私家偵探呢啲。就算你要入錢入數咁啊，個數幫你做嘢嘅人，你應該轉接啲啊嘛，唔係直接寫佢名，亦都唔係直接已經貿辦嘅台頭就開份糧去俾人啊！我心諗
喂，即係你黐撚線嘅喎，大佬，呢啲冇人知喎。我估佢賺到嚟用公帑，即係係咯。即係我想問啲，仲唔係公帑嚟？我哋嘅錢嚟喎。係咯。嗱，你幫嗰間公司追錢，你咪用嗰間公司啲錢咯。關我哋個撚事咩？佢屌你，然後用經貿辦嘅牌頭，佢出糧，然後仲好笑啦。嗱，呢個第一個，咁我哋係根本冇可能會犯嘅錯誤。然後啦，喺五月一號啊，咁啊，佢哋就即係唔係 ？sorry， 四月三十號。就上門，咁啊想即係揾阿邝小姐啦。咁啊之前咁啊就話已經係即係阿 Matthew 就兩次喺附近監視過，即係踩咗線先啦。確定呢間屋就係阿邝女士。去到四月三十號拍門，冇人啊，冇敲，敲咗幾分鐘，哇，都算幾長氣喎，幾分鐘冇人回應。咁啊，阿偉就側邊就趴低啦，我哋要做嘢啦。於是啊，我點樣等佢聯絡我哋咧？我哋揾唔到佢，諗嗰條絕世條好橋。喺阿邝女士門口貼咗張紙，就寫住：我嚟過。啊，女士啦，由於安全故障，我們正在檢查所有居民嘅電箱，我們將於下午六時三十分就回來。自稱係維修部嘅 Dave。嗱，我覺得嚇，嗱，做戲佢做船套嘛，阿里巴巴與四十句大道。咁啊都要在所有門口去打對交叉。你話係所有居民都嘅電箱都有問題，如果人哋翻到嚟，點解隔離屋其他啲冇貼呢張紙得我有嘅咧？嗱，佢懷疑啊嘛。第二，既然咁啊佢冇嚟到，你唔會話我六點三十分翻翻嚟嘅。即係你話嗱，不如咁，呢個係我哋聯絡方法，你聯絡我啦。正常都係咁啊，或者我可能稍後第二日啊，咁啊或者第三日，或者遲啲我有機會佢再嚟過咧。即係最多都係咁嘅。咁點解要六點三十分咧？我除非得一個原因，佢講收工。我六點半我收工噶啦，你再入幾耐啲？你俾好撚佢多錢我咩？我心諗屌你老母，連做呢個咁嘅即係私家偵探喺度仆人都有呢、這個即係朝九晚六啊！我心諗唔撚係啊嘛，英國嚟噶嘛，要玩低啲可能，係啊，要高啲噶嘛，大佬。我真係呢個都即係已經好離譜啦，咁撚好笑，好我去第二日，去第二日啦。因為今次啊，咁啊，即係有埋卓榮一齊嚟，卓榮話：屌，咁啊唔撚掂，我哋三個一齊去。咁啊諗住，如果你要去，咁啊今次要氹到邝女士佢開門，係咪一早會 plan 好曬有啲咩計劃啊？譬如 plan A， 咁啊可能出邊扮扮裸男咁樣啦 ，plan B 又唔知點啦嚇。既然係呢三個人係完全冇商討，去到人哋門口先決要點樣做。哇！點解老母？喂，你收到唔少錢啦，最尾都話收咗成九萬幾英磅，即係九十幾萬句港幣啦。九十幾萬啊，大佬！收九十幾萬，你係去到去到現場，你先同人傾。我做啲乜？你真係特務案 J 啊！你唔係啊嘛？咁啊，仲有諗到今次啊？嗱，尋日明明話電箱有問題啊，今日就唔連氣喎。即係等於喂，明明尋日啊，個男主角有胡鬚，點解第二幕鏡頭冇咗啲胡鬚嘅？又染咗髮嘅啊？佢就今日就咩流水？咁你又入到人哋單位，話佢浴缸流水先得啊？唔係喺門口咧，即係依家咁啊，倒啲水落地下。哇！咁樣就叫漏水。喂，大佬，佢門出邊啲水啊，可能佢當係狗亂乜都，佢唔會理啊。嗰條街係佢公共噶嘛，唔係佢啊嘛。咁人哋梗係唔會睬你啊。結果佢又敲門，咁啊人哋就冇開門喺門後邊。咁啊咩事啊？咁啊你話屋企佢漏水，人哋就唔敢信。好啦，於是佢哋又停止同阿邝女士對話啦。於是即場去再諗，人哋唔信佢漏水呢單嘢咯。有咩方法可以？可以即係再令到佢開門，佢真喺屋企入邊啊嘛！我哋唔好走啊！嚇，尋日就話唔喺度嘅。於是佢諗到咩方法？人哋唔信你流水，唔信你咁樣倒水落地下，佢流水。佢諗到新方法。我知送披薩。啊！你要深入啲，你要諗咩啊？如果我因為佢係女人啊嘛，可能又扮佢老公條女啊咁嗰啲咯。即係有情婦。係啦，咁可能就會易啲令佢出開門嘅。啊！你老公啊，屌完我閪唔俾錢啊！佢諗到方式。所以人哋就係、是、即係疑似突報，你哋唔係。係。既然你唔信我，將啲水倒落地下，係流水嘛。我再倒多啲水落地下，睇下你信唔信。好薄。結果佢哋就再倒多啲水落地下，再敲。好嘢。咁樣之前你都奇怪，尋日無啦貼咗一張紙，又全部居民電箱有問題。今日又話漏水，其實又唔撚係。於是就報警，好啦，報警咪警察嚟到，咁可能都當係一啲滋擾喎，即係一啲佢黐線佬啊，定係點？咁啊冇諗住有咩特別嘢，可能即係警告你就走啦。點知警察嚟到時候，阿 Matthew 啊，突然間將部啊手機啊，小心啊你！你咁樣啊，攝落去條底褲度，係啊，條女添即刻
咁啊，即係部手機啱啱有女士見到佢動作先，攝落條咁啊條底褲度。係。咁啊，佢咁警察就覺得，咦？咁好笑，唔通你手機有咩不可告人嘅秘密？於是就 check 佢部手機入邊，先發現到又有嗰啲咩羅冠聰嗰啲咩監視隊報告啊，咩料就喺實去。即係我發覺就係、是、喂，基本上係呢一班友完全係唔專業嘅。即係點解會咁啊？即係 care 啡，即係care 啡嚟嘅完全。即係所以難怪你俾人拉喎、啊。佢呢單嘢，所以難怪你香港政府點解佢咁温和，可能佢死啦。唔係啊，唔係咩料咧？做乜揾咧？太搞笑啊！呢單嘢。唉，所以我都即係完全咁啊、嗯！即係當然佢哋話咩嘢？哎呀，我覺得其實我哋幫人佢追數啫。咁啊，韋志良唔係就唔肯回應即係英國佢警方啊。咁啊，咪追數都係一追數係一個故仔啫。咁到底個內情係點咧？即係話明係特務啊，冇咁容易話俾你聽嘅。雖然笨賊啫，即係佢哋雖然笨笨賊賊。同埋啲資料都話你哋係有監視啊，羅冠聰啊、劉祖迪啊、黃兆達噶嘛。即係除咗你哋係有做呢單追數衰撚咗啊，因為你戇鳩咁啊，俾人發現咗先拉你。因為仲牽涉佢其他嘢，咪所以其實都有網民都即係喺英國住嘅朋友啦，都有講嘅呢單嘢。其實咧，呢個所謂經貿辦或者係咩唔好話經貿辦啦，總之其實特區政府住英國嘅機構啦，就其實都會有去望去及實啦。我哋唔可以用監視，好冇？即係去留意住好多下面居英國嘅香港人，係關注佢哋嘅生活起居啊，就到底夠唔夠錢使，或者係食啦，係啦，有冇嘢食啊？或者係個門口到底有冇係啦？有冇漏水？有冇話嗰啲電力有啲咩問題嘅？咁即係而呢一你咁，如果你問我，咁呢個都係 common sense， 咁呢個都係好點啊？唔意外咯，你問我係咪先？即係你作為一個而家咁樣嘅時代嘅嘢，即係喺呢個時代呢一啲嘢係唔意外咯。但係我又覺得，如果你問我呢單咩特務案嘅睇法，即係呢單間諜案嘅睇法咧。我覺得好得意咯，即係你問我，我作為一個普通即係花生友啦，當係即係當係，我都係佢喺漫步啦，當係花生友啦，唔係平案嚟嘅呢個係，即係我又覺得呢啲似係即係英國人耍嘅即係小聰明嚟嘅，即係優鳩你一默啊！即係話你班友喺香港搞什麼國安法，搞咁多呢啲嘢，我哋都有英國國安法，咁擺明佢就知道你呢班人喺度做緊啲乜嘢咧？平時係啊，啱啱你呢咁兩個流水佬咁撚戇鳩嘅屌，港版係啦，就即係邊醒好多，係啦，即係港版嘅咩港產007，因為港產007呢單嘢唔係國產啊，係港產007，咁咁撚笨柒嘅，即係嗰啲可能 MI6 又咩好，即係乜嘢啊？你知唔知佢哋 so funny？This guy is so humorous。OK， 咁我就將呢件事咁咪公諸於世咯，即係我咪喂揭出嚟咯，喂你有國安，我有國安，但係你啲國安咁搞笑嘅，即係咩 ？Maybe 係咁樣嘅啫 ，as simple as this。咁亦都同時間即係話俾即係大家聽啊，即係我覺得係搞即係一啲叫咩？好似唔係芝拿高嘅，即係俾少少你睇嗱，你睇下我隻煙，你睇下你睇下你班友做緊乜？我知㗎，即係都係有咁樣嘅，即係你問我就有咁嘅可能性咯。不過我最諗通啲，因為港產007真係好笑啊！即係點解會咁柒？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經貿辦揾佢做嘢，你睇下連香港啲官啊、嗰啲阿超啊、嗰啲咩楊勇雄啊。嗰啲全部都咁撚柒嘅時候，佢下邊啲人係咁柒，有咩咁出奇？好慘㗎，阿靜，呢個係香港結構性嘅問題嚟，真係好結構性問題。因為你大家知道，我哋而家用任何嘅，即係而家香港政府用任何嘅 supplier，最緊要第一樣嘢咩？平，唔係係外國外港，仲要平，係啦，而家仲要平，係冇錯。咁大家都知，咁其實個選擇係唔多嘅。即係又要外國嘅國，得翻少，係啦，又要平，最平嘅就唔係平啊，係最平，係咪？咁邊班人會馬住呢啲碼頭揾食啊？嗱，嗰班大家我哋都知道，外國外港嘅朋友嘅質素係即係有幾咁高㗎啦，佢哋係咪？佢哋嘅即係我哋而家睇到每日嘅新聞都見到啦，佢哋做事辦事嘅能力有幾咁高，佢哋嘅判斷有幾咁高㗎啦。咁樣嘅判斷底下，我又要揾嗰班 supplier 乜嘢 supplier 先至可以做到呢一班人嘅生意咧？
咁大家明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唔止話你話揾一間私家偵探社又好，邊啲又好，其實咪又係即係無論係基建啊，所有嘅公共政策啊，所有嘢啲外判商啊，點解發生咁 Q 多問題咁鬼論盡？揾架煙花船又搞到屌你，你變緊咗煙，即係五一國慶放煙花變咗放火，即係點解會咁咧？爆出嚟打係啦，邊一個唔好咁講？煙霧彌漫，唉，真係屌你，你咪煙火人哋叫煙同火啊？你識唔識㗎？咁點解會咁？就係我哋明白見到哦，原來。而家嗰班人係咁樣做嘢，或者嗰啲所謂嘅supply 啊，我哋叫啊，或者個產業鏈，原來係已經惡劣到咁嘅，嚇咁、大家明啦。所以呢個好鬼論盡啊！咁所以我哋觀乎特區政府而家對於呢件 espionage 即係呢件間諜案，港產007呢單咁樣嘅案件，你見到佢哋真係知唔知道嘅？你見到？不過咁啦，阿東啊，我呢節都差唔多先啦，因為即係。我記得係靚女嚟嘅，就會講即係何太啊，何太啊，哇正喎！